动 ，say hi， 各位好。嗨。是的，真的非常开心，尤其听你们来，这让我们觉得特别兴奋。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既然现今已经是2021年，要跨入到2022年，快接近了嘛？要不要讲接下来的新年新希望、新年新计划？新年新希望，就是邱伟乐能够再发行第三张专辑。对对对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应该很多人都非常期待。刚感觉好多人都来跟你们 say hi 哦。对啊，今天感觉是朋友相聚，朋友找来的，真的。所以呢，透过这样的机会，当然现今也快接近耶诞节了嘛，是不是特别？小邱老师也要代表邱娱乐跟大家特别祝福，跟大家祝福，祝大家这个 Merry Christmas， 耶诞快乐，阿门。是的，接下来迫不及待把时间交给你们喽。OK， 谢谢。好的，让我们再多热烈掌声，手借我一下，把手举高。Yeah. 好，让我们欢迎邱娱乐。这首歌是收录在我的第二张专辑名字《赫兹本》里面 ，Never Give Up， 永不放弃。邱娱乐的海报的可以到这边来哦，这首歌刚好是一个很适合的事情。如果你手机可以像这位小姐一样把那个灯打亮，让自己都成为一个灯脚，大部分人为了梦想坚持两份工作，可能不会现实低头，因为的梦想还没把握，时间自己颠倒，只是自己还不够。好当不照常啊，手机灯要打亮。这些人都是不认识的病症，有些人不为世界的人不停转落，太多的故事，太多的继续。Come on， 把你的手机给我吧，把你的手机都拿起来 ，Come on。梦又从来没选择，当你开了车听见我们的歌，不想再为钱发愁，谁还在外头拼搏着。当你开了车听见我们的歌，为了心头的梦又从来没选择。当你开了车听见我们的歌，不想再为钱发愁，谁还在外头拼搏着。谢谢你们。有手机的朋友可以麻烦把你的手机拿起来，把手电筒打开，当作我们的荧光棒吧，谢谢。因为现在是台北灯节，每一位都是，谢谢。最闪亮的那一位。上面来的号码上面写着5031，曾经的历史流浪聚散者的聚散地。我们一起学习如何把音乐当作武器，靠着朋友们彼此建立起更多联系。兄弟没出息又如何？我们干点小事，干不了大事，我们一起干了多少傻事？太多的故事，太多的回忆，是否还在继续？一样在看着车，只回到5031，原谅最近的际遇，让故事继续。Never give up when life goes on。全世界都不站在你身边 ，Never give up when life goes on，Never give up，No no no no。当我走出交通里面，那心情平静一些，时间不停的流，我留下那些什么呢？继续的写，可继续站在台上，看着的观众都为了邱娱乐而欢笑，非常满意，非常开心。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你们演讲，谢谢你们把手放在空中，也谢谢你们发出亮光，让我能够感动。今天是12月22号晚上，能够让人遇见我们站在这里，开心的站在舞台上，这是青春热烈的回忆一场。邱娱乐站在台上，跟着你一起。
娃娃在哪里？这娃娃好帅，是不是？然后接下手，他已经结婚了。谢谢。哎、欸，说娃娃好帅是在哪里？跟我们再一次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来三二一，娃娃好帅。他讲你哦，你要介绍一下你。圣诞快乐。为什么有一种偶像的感觉？圣诞快乐。好，现场有没有住在台北的朋友？没有，有没有？有这么少吗？台北的朋友，把手借给我。还是今天都是新，但是台中还是哪里边的吗？高雄哦，我靠！娃娃的朋友吗？你什么时候高雄来的？我不知道。啊，除了有没有台北市以外的朋友，在台北打拼的朋友，把手借给我好不好？哦 ，Peggy， 哦 ，Peggy 是从澳洲回来的，对。喂。是回国，不是在澳洲。OK， 秋乐团是一个台北在地乐团，然后成员都是来自台北的小孩，所以我们在去年的专辑《Mr. Ho 资本》里面写了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断地台霸》。断地台霸，还有点问题。啊，断地台霸。然后我们坚持歌名是用一个竹字的"带"，然后在地就是住在台北之后。对，好，原本这首歌应该是刚刚的下半场开场，但是我们好像安排错，所以再一次。我们会把大家热情带起来，带这首《哎呦大地》。Are you ready?Fuck!
好热情。那这个邱宇的工作室有很多的这个卖不出去的专辑的 EP 哦，刚好收到一个小小的爱心，好像很开心。这个小姐，谢谢。哦，好，哎，再一个哦，再来一个。有在台上看到点小鼓励哦，你就会突然间感觉回到年轻的时候。邱宇以前是一个很爱跳乐团，现在有比较保守一点嘛。对，好，下一首歌是不是？接下来这首歌。知道这首歌前奏的人应该都知道了，这首歌叫做《世界的掌声》。哎，这场每一位都把手借给好不好？这首歌是我们的最后一首了，所以不要保留你们的力气，也不要害羞。我知道台北人都很内敛，但是今天台上是邱伟乐，就可以例外一下。旁边的朋友把手借给好不好？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《世界掌声》，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到很多地方表演，然后遇到不同的人，他们也不吝啬给我们掌声，给我们力量，这样下去。然后刚刚我们的经纪人 Molly 在我们彩排的时候，我们想要假装很平常，但他说很感动，他觉得还可以看到我们在台上表演是很感人的事情。然后主唱阿乐，我觉得刚刚撒了一个谎，其实对我来讲，2022的愿望是希望这样一群人可以再继续玩团，然后一起为自己生活的努力。来，这首歌曲送给现场所有的朋友，世界的掌声。就不怕你还哭。
给你们自己一点掌声好不好？也给在你身旁的朋友一点掌声，也给在舞台上的秋乐一个掌声好不好？这句英文叫做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就可以度过，应该是对的哦。再度谢谢英文带来今天的演出，谢谢他们今天精彩呈现，同时要祝福秋娱乐有全新的第三张专辑正式出现，也要祝福今天特别再度请大家用热情掌声送给秋娱乐，耶、yeah! ！也祝福即将几个小时过后的阿乐老师，祝福他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，再度的谢谢，哎。来，我给你麦克风。来 ，OK， 好，我们再度谢谢秋娱乐，谢谢他们带来精彩呈现。今天呢，可。